今年闭关期间临时开关两次，是14天，进出境车辆415次，出口货物6229吨。今年预计通关货运量约为6至7万吨之间，与去年相比预计增长1.5到2倍。红其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体民警为此次复开做足了充分准备，全力以赴做好通关保障和口岸管控任务。